啊，新年祝新年，新年那年年年，愿大家都过个太平年。OK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凤，今天是除夕夜，新年快乐。那今天除夕夜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除夕妆容，专门为我奶奶打造的除夕妆容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奶奶不太喜欢我化妆，所以今天的妆容是走一个比较简单，然后又有好气色的妆容。那这个眼妆呢非常的简单，今天呢不只要跟你们分享妆容，还要就是让你们跟我一起过除夕夜，就是后面会有一小段 vlog，所以欢迎大家来一起跟我过除夕耶、首先呢，底妆的一开始啊，我要使用这个我新买的这个 VDL 的贝壳光视底乳，然后现在呢我是第一次使用它，打开来呢还蛮有质感的瓶身，这样我就挤一点起来。我今天要把它上在脸颊、额头跟鼻子中间还有下巴，那种细微的蓝蓝的亮，整个变亮了，好明显哦！难怪那么多彩妆师爱用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的脸在发光哎，近一点给你们看一下，是它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光泽。粉底液的话呢，一样是使用我最近非常喜欢的 Rimmel 的 Matte Perfection Foundation， 然后使用这个 Real Techni 的这个美妆蛋。遮瑕呢，一样是使用 Maybelline 的 Fit Me 系列，先用25号调整黑眼圈的颜色，一样是用海绵推开，然后使用10号提亮眼下，还有一些要遮的地方。我今天用的打亮膏是我之前在爱用品没有介绍过这个 Essence 的打亮膏，用手沾取鼻梁、额头、下巴、脸颊，然后就是用手推开就好了，轻拍。眼下的部分我会先使用这个 Real Techni 的 Setting Brush， 一样沾这个蜜粉，然后蜜粉抖掉。等一下之后呢，我们用按压的方式，脸的部分呢就用这种大的松刷，一样是沾，然后轻轻扫过就好了。眉粉的话呢，一样是用这里面最浅的色，然后用这个瘦瘦凉的鼻影刷，鼻影呢就是从眉毛这边这样顺下来，顺着你的鼻梁。那我比较喜欢画比较往内一点的鼻影，所以我通常会画比较内侧一点，然后我会顺着鼻头画下来。然后鼻头比较圆，所以这边小修一下，这样子鼻影就完成了。底妆都完成以后呢，接下来就是眼妆的部分，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眼妆怎么画吧。首先一样使用这个 NARS 的眼影打底笔，先帮上眼皮打底，不止上眼皮要打底，我们下眼皮也要打底，然后我会着重在眼头的地方，拍一拍。接下来拿出眉粉，沾取这两个颜色，然后画点眼窝。使用 Lorac 眼影盘的这个金色，大范围的上在眼皮。还使用这个亮粉比较大的 Mono 的15眼影，眼尾画到眼皮中央，然后呢再拿出刚才那个眼影刷把界限移开。接下来我们使用 Mono 的119号来画下眼线，下眼线呢要完全贴合我们的，贴在那个睫毛的根部。最后拿出贝卡的 Champagne Pop， 接下来使用 Kiss Me 的眼线笔画隐形眼线，再用 BBI 的眼线胶笔画外眼线，眼尾的部分轻轻的拉出去一点，
样就可以了。上眼中就完成了。之后呢，我来画腮红。腮红呢是使用 Misha 的 PK04， 这个颜色呢很自然，就是会让你的脸是有那种自然好气色的感觉。然后呢，从这边眼下往上带，这边 Shiro 呢一样是使用 Anastasia Beauty Hill 的这个颜色。下巴这边先画出这个线条，然后往上晕。全部都是从骨头这边往下带。唇膏的话，我要使用的是 Misha 的 BR01， 这样就完成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在前往年货大街路上，我们要帮狗狗换衣服，因为它太胖了，它穿不下。现在呢，我刚回到我奶奶家，我要突袭厨房 ，Let's go。Hello。两个人在煮饭。是啊，可是你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可以在我频道里面叫我的名字啊？对，要不要叫？香菇鸡，为你介绍。香菇鸡，香菇鸡，今天晚上喝香菇鸡。哦，还有干贝，看，来来看，近照一下干贝。我们又不是美食节目。哦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那我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在吃团圆饭。不看镜头。你又在直播了？没有，阿嬷阿嬷看镜头。哎呀，不要阿嬷，不要照阿嬷头发乱七八糟。爱睡，爱睡。啊，前面换个镜头。阿嬷没有化妆，不要露，不要上镜头。他认为他没有穿漂亮衣服。对，他没有穿漂亮衣服。阿文。我跟你讲，我翻白眼在看到。耶，阿嬷发红包，阿嬷新年快乐，阿嬷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阿嬷不知道你在录。阿嬷我在录影，你知道吗？阿嬷吃完不要照啊，阿嬷乱七八糟不要照。我已经拍完了，来不及了。来不及，来不及了。嗯、阿嬷在说其他的祝福的话。阿嬷对着镜头说。大家新年快乐！快点啦！吃东西。看那里。这里。他不想讲话。快点，我在等你啊。好啦。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。好，再一句就好了。大发财。前途光明，呵。好，妈妈跟大家讲拜拜。